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为各位介绍一家位于基隆的安一五郎海鲜店。这里最有名的料理是墨鱼香肠、酥炸红烧鳗鱼。这里的营业时间是11:30到下午2:30，晚上则是5点到9点。我们今天选择了一条白带鱼来煮米粉。你看这么大一条的白带鱼，光看食材就让人吃惊了。安一五郎的店面小小的，非常不明显，很容易就被忽视错过。之前有来过这家用餐，对这里的料理念念不忘。今天再次来访，点一些不同的料理来吃吃哦。一楼除了料理区、海鲜展示区、水槽，还有小桌两桌。店面的后面还有一栋用餐区，一楼和二楼有5桌。这里的料理除了店里的招牌之外，其他要看老板今天进了什么海鲜，看现场的食材，再请老板料理咯。看一下我们今天点的食材，有红烧鳗、烟熏鲨鱼烟、鲔鱼筋，这是鳗波鱼蛋，这是红鲫鱼，这是海瓜子，这是海螺肉，这是鲔鱼鳔，这是刚炸起来的红烧鳗，看起来香香酥酥的。海瓜子大颗而饱满，搭配着九层塔炒来吃。这是老板说难得才会有的珍贵食材哦，鲔鱼的鳔哦，鲔鱼鳔，今天很幸运我们可以吃到。粉干好不好吃，一吃就见真章。口感相当的鲜嫩，不会粉粉的，是好吃的粉干哦。今天安一五郎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。
希望各位会喜欢。我们今天吃的超开心的，大家别忘了帮我按赞及分享哦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跟世界 say hello， 放下你的忧愁，带上开心笑容，走到世界尽头。